虎扑11月15日讯，下周末多特蒙德将在德甲赛场对阵柏林赫塔。不过多特蒙德中锋哈兰德可能缺席。挪威国家队最近检测出新冠，全队都面临着被隔离的风险。如果挪威国家队全队隔离的话，哈兰德将缺席下轮德甲比赛。挪威国脚阿卜杜勒拉维被检测出新冠阳性，根据挪威当地部门的规定，整个挪威国家队面临10天的隔离。如果确认隔离的话，哈兰德将无缘下周末的德甲比赛。同时挪威国家队也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，挪威并不想被隔离。接下来挪威还有对阵罗马尼亚的重要比赛。